这酒精是梨花酿，老贺，真的不来一口。本来就是假的，喝不喝哪有那么重要？当然重要，拜了堂，喝了酒，才算礼成，说不定天罚就不会降下了。没有婚书，本就是欺骗。神君当真觉得神界好糊弄吗？的确。 神界天罚定会降下，不过我本就是混沌之神，天罚于我而言，就像本源入体，无碍。这天罚由我来承受，再合适不过。这计划最开始本就与你无关，当真是有天罚降下，我与你一同承受。凤云已经去清查恢复婚礼者的名单，浮尘已经去追踪子曰。 我们虽是假夫妻，但婚礼是真的。这是和离书，一个月后生效，目的是向三界宣告你我自由之身。届时，你需立刻搬离梧桐岛。但也就意味着，至少在这一个月内，我可以光明正大待在梧桐岛做我的赘婿，对吗？夫人。